的。谢谢。日本跟台湾有很特殊的关系，过去日本殖民台湾，但是也让台湾赶上现代化的潮流。日本跟台湾的恩怨已经过去了，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这几天我们大家都感同身受，虽然我们不认识那些灾民，我们不认识那些一瞬间被海啸卷走的那些日本朋友，可是我们看到大家都是一家人。而且呢，我们看到台湾南北有的是很大阵仗的，在电视上募款。也许我们今天晚上只是一个小规模，可是同样呢，我们展现的是台湾人的爱心。因为九二一的时候，我听说日本方面也有很多人在街头，在很多的地方替我们祈祷捐献。所以今天我们以地球村的一份子，以日本的邻国的立场，在这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祈福仪式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大家要更深切的省思，到底人类出生忙忙碌碌，我们追求的是什么？不要只追求经济的、产业的，那些过分高耗能的、高污染的产业，是不是要重新检讨？我们同时每一个人的食衣住行，是不是有太浪费的地方？地球已经有将近65亿的人，可是1.0还是只有一个。大量的资源、能源消耗，地球说我已经受不了了，请你们饶了我吧。各位朋友，也许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大家一方面哀悼日本的灾难，一方面我们也要彻底的反省，我们的生活需要这么忙碌吗？我们的物质享受需要这样的奢侈吗？如果我们节省一点，我们谦卑一点，地球的物质跟能源就不会消耗得那么快，地球长寿，人类也就可以比较安抚。虽然以不同的因缘而让我们有不同区域的生活，但是我们必须了解，我们都是地球人。就如李副总统刚所说到的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针对这次日本东北发生的大地震，台湾朋友提供这么多的援助，对日本的关怀与鼓励，我们非常感谢，非常感动。日本の皆さん、頑張ってください。台湾の2300万の人は、日本の方たちに、今回災難を受けた人たちが一番近く、おるということを聞きました。因为你的抛砖引玉，激发出社会更多的温情。你每一份的爱，每一份的希望，都紧紧牵系在你我的手中。生命因为布施而充实，人生因为关怀而伟大。成就别人的同时，也在成就自己。当你站住的那一刹那，阳光便普在受助者的身上。